为发现了这么一个可以下手机的地方。OK， 播了。我等一下播，我先要看看我自己在干嘛。弱，因为他有些陋习，陋习。晚上好。没事，不会吧？叶凯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适合直播了，不开不是。吃火锅。我很多美女。在外面吃火锅呢。三点，对，但是它有点过敏。你看。我从来不吃椰子鸡，因为我觉得椰子鸡不好吃，我不喜欢吃椰子鸡。而且给你们看这儿，你们发现这儿三个，我学会了。哎，不对，是这边。哎，这三个点，这不是我的痣。哎，完了，我又不会了。报小班，他给我啪啪啪，这很简单，会了。先这样子，啪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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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，对呀，现在是我的，哎，算了，和好多人，哎，不是好多人，就跟别人一起搜索好友，然后一起吃。什么手语呀、啊？行不行？刷 Q， 谢谢你哦。因为很临时，想要打开我坐这个位置，它这个装修刚好有个地方可以架手机。你中心那只叫什么？什么？小咪。哦，小咪这名字不行啊。什么好笑？对了，化妆去按摩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化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化了一个妆，因为大家都化妆了，感觉我不化妆就有一点点被卷到了。我原本也没打算今天要播的，说实话。是我带动了你们。确实。那会儿一下楼，然后发现他们都化妆了，我说好吧，那我也浅化一下吧。我还是拿搜索化妆品化的。谢谢，我会一直都。我觉得我还是没睡够，我还是需要就是非常不被任何人打扰的睡个20个小时吧，才可以。因为人总是要吃好的，你都不能吃好，才可以补回我前段时间缺的觉。我昨天不对，今天早上还是被人家吵醒，正在刷 Q。你就会变瘦，变憔悴。而且那会我跟你们说不睡了，清醒了，让我点了个外卖，还没等外卖送到，我就又睡了，真的很夸张，睡到了下午4点多。要不去中心住吧，不是你想去中心住就能去中心住的啦。中心的房间并不够。酒店住了还习惯吗？其实就还行吧。FF 我还送了用来发电，谢谢。那我这个你用不下来，
找人挤一挤，跟谁挤啊？酒店房间没那么多，啊不是，中心房间没那么多。谢谢碳酸气泡水送蹦迪。啪啪啪。我去搜索房间打地铺。对，我今天你看我这个耳朵，刚坐下来呢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和猫挤一挤这种话你也说出来，真是太狠心了吧！双 Q， 谢谢你哦。睡琼宇房间，琼宇还有房间啊？我就是琼宇啊。不是，他们打是那个，你家打错了吧？都不想上网了。不是，有点好笑。我们都是塞拉利昂 S 送蹦迪。笑死！我想要香槟，还是我们点了一个超辣？哎，我们那个是重辣，真的吗？他写的重辣，不是很辣。谢谢小章鱼他口送的高级马卡龙。不同菜，有眼光，我点了。点了荤菜吗？好可怕的！点了腰片吗？女人居然点了重辣。酒店环境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有些都是针对本地人所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是这个环境，就我们公司给订的酒店，我连眼线都没有，一直就是这个环境。谢谢无用的日子送荧光海，没有，我想要眼线。谢谢江姐姐江江送的蹦迪。没有啊，就是很普通的那种，哪里好看啊？你们那种快捷酒店。谢谢猫德班班长送的柠檬海，谢谢帕尔默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 BUSYY 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李否送的全炸的，谢谢你。他们今天来住中心是跟本来住中心人换的。谢谢满月夫人送的高级马卡龙。就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可能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厕所干净就行，而且没办法，人已经就住在这了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呢？谢谢元气，对一下。你咬破借我粘一粘。跟他说多少钱？主要是大家都好多。我的伙伴们都住在中心，我觉得是编的。我才刚开酒店，可能是自由的。你们为什么要谢谢房子变到花一个视频？好，感谢全章。谢谢远寻兔送的高级马卡龙。谢谢。对，串门有点不方便，主要是觉得这个。我刚给自己囤了一个唇油。好纯欲哦！我也想涂。对。香油啊！别笑叔。现在好像就我们三个人住酒店。长吗？这还好吧。中心没有空房间了，没有空房间了，没有空房间了。你们是中心社长吗？等几天就好，真的是。
咋的？你们是中心社长吗？我都说没房间，非要说有房间。谢谢。中了栓 Q。谢谢静谧时光。谢谢。谢谢无用的日子送的高海。明天我一定要睡个自然醒。谢谢位子送的蹦迪。谢谢大手娜娜送的荧光海。谢谢大手娜娜送的蹦迪。很热很热很热，我就是觉得有一点点，就是外面特别热，然后你打个车你空调特别冷，或者你进到这种店里头又特别冷，我就感觉一冷一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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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要生病了。你们的锅怎么还不上来？我们下单了吗？下了吧。啊，你们没下单啊？谁点了？都在点啊，我没点啊。我真的栓 Q 了。你们都点，那我是最后一个。我那会本来想下单，然后你说你要点个喝的。啊、我说不对劲啊，怎么连锅底都没上来？对呀、啊，他们肯定，那服务员才会觉得我们奇怪，在这里去蹭网。说什么音乐节感觉？在蹭网。有蛙吗？谢谢本川送荧光海，有蛙，但是不知道点没点。有点蛙吗？有蛙，有蛙。你不想吃吗？吃啊，我想。我不知道有没有。啊、你点你点了吗？没点。我没点，他也没点，没人点。你们不吃蛙吗？你点呗，你加一个。吃蛙呀。对，在哪里？我的唯一。知道我的。还有吸管。我要看看你。有人打我电话了，你两分钟吧。谢谢七六五送工资。现在看我，妈妈快看我头顶有什么。你们应该爱我就喝这个，唯一。我没点唯一。那你加一个，让叔叔给你加加。你给我加加好吗？求我呀！怎么求？叫爸爸。就这。那怎么求啊？撒个娇吧。说姐姐，撒娇，我想要的，我想要就唯一，要个撒娇语气来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学。等我直播完，我自己点。什么醉奶啊！我真的真的真的栓 Q。我不喝维尼。那你喝什么？啥意思啊？你要喝啥？这人没听。默契，那我取消啊！你的，那我把你的维尼删了，删不删了？删吧。你在四川喝，就是这种火锅店都是喝唯一的。你鉴定一家，你鉴定一家火锅店正不正宗，
起码他得有威仪。谢谢江江江江江，送了蹦迪。啪哎，啪啪啪啪啪，你会吗？很简单，其实。你会升级版吗？晚安睡。啪啪啪。我不会，我会枪打五。有些时候它逆子率，有些时候不显示。谢谢精酿啤酒送的一罐海。划拳，两只小蜜蜂的被他划成虫。拉崩不会。严明君在练三角函数的手指舞，很简单、啊。这个比较难。四八。四七。八。七，这是。八四七。你看，你给你看张成宇给你表演。好快啊！你来一个。我给你表演，我给你表演。你这可真浑水摸鱼什么的。我的是对的，因为小时候不爱写作业，然后不变好好。这是七。不爱写作业的时候会学。这是八。七八。啊，谢谢表哥送大饼。谢谢表哥送。我脖子咋了？我脖子没咋了。谢谢哈哈送的蹦迪。我好乱，我昨天洗的那一家洗头那家店，他们用的护发素太飘逸太顺滑，对的，而且他对，然后我今天头发有点不受控制，我只要一低头就全部给我翻了脸。谢谢雪面。难道就福建这样吗？看吧，下巴应该是真磕到了。什么？我十五被绑架了，你才被绑架了。给我一点香菜，算了。为什么要算？低调吧。你看我们的香菜都是一把一把加。哎，我们还有两个。明天加油。你们最近在说的话我都有点看不懂，就是你们这个思维跳脱的有点太快了。你们下单了吗？怎么还不来？下了下了下了。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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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又在掰掰什么啊？谢谢小诺艾米送的棒子。我没说我要下啊。我说下单了，下单。真的好幽默你们。哇，这是什么鸭血吗？我的鸡血在这里。哎呀，会不会拍到他们都走啊？像在和一堆大明星似的。谢谢今天开始的地址。那你们都是笨蛋吧？你呢？好多笨蛋啊！我天哪！选择对
谢谢杨乐多送的高级马卡龙。什么饭随我下，别隔着造谣行不行？你们想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谁怕你们又在吓唬我？Yeah. 谢谢 QKQ 送的蹦迪。每次都这样，我已经自从上次之后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在演呀、啊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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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洗脑，你不会都不吃吧？就是我，我也不吃。哎，我发现我跟宋现在的口味真的很像。不吃香菜。那你们吃蒜吗？吃啊。吃。吃脑花吗？不吃。有花吗？吃。吃。你继续问。你们可以去做默契挑战。你们吃。你们吃葱吗？不吃，就是可以吃，就可以接受它，但是非必要不吃。不吃。兔头很好吃。兔头很好吃啊。是肥肠吗？我吃过。不吃。肥肠。不，我觉得。肥肠很好吃、啊。我觉得兔头那个麻酱的特别好吃，比辣的好吃。就是很明显，我俩的口味，我俩的口味是那种觉得它长得丑不吃。嗯。那你们吃鱼吧，鱼很丑啊。吃鱼呀、啊，鱼长得很丑啊。鱼哪里长得丑了？自己单方面觉得。折耳根，说实话我是吃的，但他可能没吃过。鱼长得不丑、啊。那你们吃鳝鱼吗？鱼应该都吃吧。鱼吃呀、啊，鱼不吃，鳝鱼不吃。就是那样子。鳝鱼不吃。鳝鱼也好吃，你们吃的菜都没吃。鳝鱼很好吃、啊，救命啊！我发现我们两个口味很像，很好吃、啊。它我不管它好不好吃，但它长得太丑了。蚕蛹也非常好吃，不吃。蛙说实话是被我妈骗的，我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吃了，然后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哎呀，我太好吃了。鱼很丑啊。你吃羊肉吗？吃，你吃羊肉啊？可以吃，但是有的太腥，我不吃。我觉得它太腥了，有膻味。对，没有膻味。羊肉很好吃，它那个膻味也很好吃。晋川梨，下下网络杠精。你好厉害。蛇，不吃。蛇也很好吃。蛇很好吃。鸽子。吃啊，鸽子有味道，鸽子和鸭子都有味道。鸭子有味道，但鸽子我不觉得有味道。鸽子有味道，鸽子没有鸭味这么重。对我们，但我不吃蛇，我只是知道蛇很好吃。对，我不挑食，不挑食很好。不挑食好，来，那我不吃萝卜，我不吃胡萝卜。胡萝卜多好吃啊！胡萝卜好吃，和玉米。不吃蛋黄，吃蛋黄。蛋黄多好吃啊！就是我可以吃蛋黄，但是白煮蛋的那个蛋黄，哎，我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但我不吃咸蛋黄，就是蛋黄红糖糍粑吗？不吃，只有我不挑食的，没有不好吃的东西，除了果冻啊，没有不好吃的东西，除了蘑菇，蘑菇很好吃，蘑菇很好吃，香菇也很好吃。见识，我很爱香菇。怎么会火锅店里都有蚊子？确实。但你的这个体质有点招蚊子了。谢肥仔，我还会。你好，有那个蚊香吗？蚊香啊？对，是我的。花露水啊。是这个地方叫蚊香吗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这个红糖水果，香菇很好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可乐。我也喜欢吃香菇，超喜欢吃香菇。嗯，我喜欢。蘑菇要看做法。
有蘑菇，有吃起来有个土味。我的牛肉。谢谢，再睡七个钟。谢谢发现你的眼神。什么牛肉？摸奶。什么叫？不知道为啥，他就叫摸奶。对，我说这个菜名啊，怎么了？人家菜就叫这名字。你们也太那个了吧？可能就是抹了奶。牛肉跟牛奶，就是抹了奶的牛肉吗？抹奶。我想去云南吃那种野生菌菇。其实我有点想感受那种，就是那种有幻觉的感觉，我好好奇。好像有后遗症。这跟串串味儿没关系。没有眼线，好没有。吃进嘴巴里就不串味儿。那我真的很好奇啊。25岁的人不能笑。因为感觉好像真的很快乐。杭州不用回家，我知道，我们家的这地方有产。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，我有颗好奇心。蚊子我也看到了，因为不想让蚊子喝到火锅味的水。我可以拿出来。啪啪啪，你没有连 WiFi 吗？没有。隔离旁边没人，点不上，有点可怜了。啊 ，WiFi 密码。LX。是不是很好奇啊？对 ，LXZ。我知道你知道在云南。88888。我本来年后回来一直说要去找他玩，然后就疫情了，就被封住，生气。你哎，我想打喷嚏。不要对着火锅打。我对着你的脸打。来打吧。难吗？搞吗？真的，原来连了 WiFi 就没那么快。松现在真的很着急。什么呀？松现在每次吃火锅都很着急。你下那个8秒钟就行了。你面前这个，就是腰片。腰片，他肯定不喝。不是腰片，腰片很好吃。现在单身三个月，腰片很好吃。腰片很好吃。吃呀！吃吗？我连毛肚都不吃。对啊，我今天每一次都坐的是中间，多好呀！大家都想坐你边上。对呀、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再坐一次中间吧。可是水水一直都坐前边，看来水水都不想坐挨着我们三个了。不是，我是为了让给你们，对。好了，袁琪，下次你坐前面去吧。我开车好不好？好。你说刚好我家的法拉利很久没有开出来了。你让司机坐副驾驶。这节通肩直角坐标系统。没有，我在吹牛。这都看不出来。我看我的长相看起来都没有经济实力。我不爱坐副驾。哦，因为我很要命的，我觉得副驾是那种，这么说会不太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，张平宇？突然间，想我喜欢，但是就是普通路上的事，高速路上我不敢坐副驾。对，我喜欢我这个人，我喜欢坐那种位置，就是这儿是司机，我喜欢坐司机的右后方，因为是离司机最远的位置。因为一般打车我就会，我跟你说，坐就是会觉得是最安全的。因为我坐司机最坐司机后面他看不到你的，不是因为就是万一发生什么，司机下意识状态是自己躲避，那他后面那个是最安全，不会被撞到。意思就是下意识就是我就会被甩到，
场球衣。不是，高速公路。不是高速的话没有，不是什么饮料，我不知道哪个高速。我觉得啊，没有很辣。吃下肉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刚刚卡吗？因为刚刚我在看那边，我今天看到他们说，搜搜，想吃肉。不知道。把我的摸奶牛肉拿上来。我也要吃摸奶牛肉。好薄啊，感觉下去就熟了。这个摸奶牛肉真的丰满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怪话。太薄了，说一般都说小孩子吃饭。小孩子吃饭就开心。这牛肉太薄了。嗯。啊，不够肥美。哇，它一下进去就不见了。太薄了。这儿。熟了吗？这个鸭血好了。闭着眼睛都能知道熟了。真假的？等我看看。再烫一下吧，但是一般我这个样子就吃。你是吸血鬼吗？没有，它最少是五分水左右。模仿榜一。对啊，我就是吸血鬼。让我尝一尝，它不薄呀。我下了四遍在里头。哦，这样吗？嗯。哎，确实它好，才五遍。我都说了，我下了四遍在里头。但确实鸭血好的很香。这个吗？是它吗？就是吃呀，是它吗？但我觉得还有点深，你看这儿。放着吧，反正里面。品尝一下这个牛奶。肉。不行，还是别换了，因为这里光线不好。让我来浅尝一下这个火龙果虾滑。好神奇哦。不辣。一点都不辣，确实，这锅仔一点味道。浅尝的这个鸭血，冻菜可以进去吗？我觉得我喜欢冻菜煮久一点。花鱼，是干冻菜。嗯，真的不辣，好吃。有点没放满，哎，我找到了好位置。其实放到下面来也蛮漂亮的，但是我怕拽进去。火龙果虾滑是火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哦，对，还没发工资呢。刚刚已经给你们吃了，应该熟了。啊，回熟了一点。对。然后我发现广州好热，就是都那个，很多蚊子，我走在街边都怕被蚊子咬，我就一直狂跑，而且我特别招那种吸，就是他们这些蚊子都闻见闻爱，对，真的，就你一个人一直在被咬。嗯，没事，我拿着。假的，我有点好奇这个摸奶牛肉，很鲜的。找点啊，在哪儿呢？这儿有块。我找到了一片，我直接下。我们、这个新陈代谢快了，但是我觉得我新陈代谢慢。是啊。他们说你是万能。万能。嗯，很嫩呀。有锅呢，我还没吃到。你在哪儿呀？刚才和马卡龙一样。谢谢甜醋栗的对象啊，非常的嫩。对，我瘦型血。
O 型血就是招蚊子啊。不是，就是啊 ，O 型血是招蚊子的。对的 ，O 型血的血甜。哦，不对，我 O 型血是背脂。不过我是，他们说 O 型血的血比较甜。哦，我是蚊子，我也吸 O 型血。我去翻牌了，拜拜。我要。你都要翻啊？对。为什么要翻牌啊？因为要过期了。谢谢破碎南瓜，我们才是彼此的挚爱，送的夜蝶。下播了，爸爸。走了。好。不说我都忘了。真好，有人想起来了。对，就是一会儿。快点，下一下，快点。